西游全新绝版 SSR 神宠，你不要错过啦！蝙蝠天尊刺客新宠物，大招黑暗之力对随机三个目标造成40%伤害，且负伤30000。先来单体伤害，再来辐射群伤，伤害不容小觑啊！舞狮灵童小巧玲珑，大招天外飞仙对敌方全体造成46%伤害，外带18000真伤。别看它小小个，玩起火来也不是盖的呀！接着来嫦娥，稳妥妥的奶妈。给全体友方50%的生命治疗，还能持续治疗效果，稳稳的新一代团宠，还不赶紧登录游戏，只要通过前三个地图就能把他们拿到手咯。